现在我都想跟他说，我说以后别找我，不做视频了，做它干嘛呀？我这为北京人操了这么多的心。魏大哥不想拍视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一期呢，与魏大哥的几个朋友一起聚会聊天。魏大哥呢，又提出来对当今一些社会不良现象的看法。我觉得这些都代表广大百姓的心声，咱们听听都说了些什么。所以你看，您今天能吃上这么丰盛一桌饭，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政府。你也没阳。停停，为什么呀？我没吃过低保啊，我的钱都是我辛苦挣出来的，我谁也不感谢，我就感谢我爹我妈啊，我感谢我们北京市市民，还我存活在这个二环以里，没搬走，不搬，不搬，你的钱行了，你给我七个亿，你跟我商量，给你七个亿你办吗？那会儿我还得考虑考虑，七个亿，我要七个亿干嘛使？太多了，不多，不多，你别老跟你们家似的，你都跟那小目标似的了，好家伙，一个小目标，太。好玩吗？我们几个啊，你看这个三个美女都抨击你，你坐那儿，三个美女都恨我，都抨击你啊！傻逼，瞎二八闹，嗯，喝还让我喝呢。你别跟那王思聪他爸王思聪学一个小目标。王思聪啊，和王思聪的爹，哎，我吹你牛逼话啊，我还不尿的吗？王健林啊，我尿王健林干嘛事啊？从来我心里边没有偶像，他也不玩收藏，他也不玩收藏还不算，咱们玩净吹牛逼，对，瞎盖那么多房子全是垃圾，对，骗老百姓钱。那么多高楼大厦将来怎么降解？对呀，对呀，那里边谁住啊？没人住，怎么二环路一里这么多的平房，这么多建设北京的人，他们一个那个楼房都住不进去。还那么穷酸呢，还我姐，我姐还在那垃圾筐里还扒垃圾呢。不是，还得弄一塑料盒，那个楼房、啊、弄十个塑料盒，压换钱，建的差不多就不能再建，再建就不行了。那是将来降解，没错，有个事儿，真的。那他尤其占耕地，真的这个环境啊，没错什么的，还有这个树木啊什么的，都得好好抓着环境。对，这种现在我都想跟他说，我说以后别找我，不做视频了。做它干嘛呀？我这为北京人操了这么多的心，嗯，最后二环路以里，还我老想为二环路以里的穷人，嗯，说实话啊，对呀，我们也享受那个小日子的日子，嗯，你别老吹牛逼，你把我们老百姓都搁在那个小日子的老百姓那个位置上，对，你是我爹，哎，我谢谢你，嗯，还过过那个。还叫什么美丽的大美丽他们国美丽国啊，对对对。那帮老百姓怎么过日子的，又是那个高知读了的，他翻两个破书背绕绕半天嘴，最后哎他们成他妈精英了。是啊，他们成精英也没关系，嗯，你挣多少工资没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还踩过我们，我们建设北京的时候你在哪儿呀？没错，逗，嗯，不服就是不服。好吧，不服就是不服。不服。那边再甩一下，两边人就行了。高兴啊，今天是大年初九。初九，初九。初九。长长久久。本来我是拒绝紫禁城采访我，我都不相信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有意义，就我不在，我也不想再拍视频。嗯，我拍他视频，我呼吁半天，然后上边不听我的吧，嗯，然后底下的也不听，他还不给我点赞啊，还因为没流量，还要命。要流量有什么用？要流量有什么用？我的声音。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，哎，现在咱们谁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？但是那个为人民服务在哪儿呢？有很多人私信我啊，嗯，说我就要听魏哥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嗯，是不是？团结起来，嗯，
没错，我们呼吁一件事儿，让他改变现在的社会制度和状态。嗯，医疗免单。嗯，怎么全世界这么多做医疗的，这么多的国家都能免单，我们是世界老二了。对，还怎么花钱弄一癌症病人好几十万，最后还给治死。你都知道癌症他治不好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他这么多钱呢？你就别给他放化疗了，对，你也别给他把项目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就劝劝他，带你妈回去吧，跟旧社会似的，带你妈回去，给你妈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啊，给他静养静养。哎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他要死了，你还骗他那么多钱，这不应该，这是医疗吗？没错，谁弄的医疗啊？嗯。原来我们小时候看病都要钱，弄成三连单就看去，怎么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能行啊？嗯，怎么现在第二了，怎么反而还得给他花钱呀、啊？我想不通这事儿。哎，这次好像这个医疗有四个改革，您知道吗？嗯，我不管这改革什么，你别跟我玩一二三四啊、一刀切，所有看病的人都不要钱，嗯，还得给你补助每天的营养费，嗯。是我爹，只有爹才能为儿子付出一切。对，要不然你就别吹牛逼，一天到晚的吹牛逼干嘛呢？忽悠啊！是啊，为什么赵本山不能上春晚了？嗯，忽悠都给人忽悠瘸了。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有骂我的人，全是高知。对。知识分子现在牛逼话叫什么？精英啊，精英！现在是精英社会。对，最后他妈那精英啊，跑美帝国主义那儿去了。是，他儿子最后我丫偷偷摸摸全他妈在美国买房，然后户籍啊都搬那边去了。嗯，这是一家子。嗯，对不对？中华民族，你不保护中华民族。那你就是外国人。对，你外国人，我们也不是说外国人不好啊，他是有区别的。嗯，你在这个土地上挣的钱，你为人家服务，把你的钱给别人花。嗯，我就想不通，好多人还说我视频，哎，你啊就是低端人群，你没本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我没本事不重要。嗯，但是你让我为国家牺牲的时候。你们都是我出庭证人，我吹句牛逼啊，我该死的时候我就死。嗯，我就跟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似的哈。嗯，各个国家都为自己国家，他们有儿女，俄罗斯的人也为了打这个对方献出了自己的儿女。然后呢，乌克兰这边，嗯、这就是乌克兰。乌克兰倒不过嘴了，别说错了。然后他们的儿女，也奋勇反击，是不是？对，咔也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嗯，真正牺牲他们生命的高知很少。没错，最后还是我们的各国家的老百姓，没错，在热爱我们的国家，嗯，在努力着。要敢于牺牲，那优惠政策都给了他们呢。是啊，弄不弄就部分人富裕起来，别使这招了啊！别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，共同富裕嘛。对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对，而且还别瞎走，你把那个西单王府井那里边整理整理那大楼，嗯，你让就像我这样的穷人啊，都住那个豪华大厦去，嗯，那走共同富裕道路嘛，对吧？让他们住您这儿来，嗯，对，是吧？哎、嗯，那您住那儿就别留这长头发了。我给他剪吧，你让我刮秃瓢都没关系，我认了。我能活几天？其实我瞎说半天。嗯，我为什么？不是您叔，他们老说您住那边，人还以为您清朝搬那边去。是啊，穿越了，就属于穿越，找到那礼帽了。哎，妹妹，我这还小帽呢。嗯，我就想恢复到民国时期。啊、哦，不想恢复到清朝，不想。民国时期的时候，他可以卖烟卷了，红炮台，是吧？
他你可以在大石大石的卖点东西换点钱，嗯，我们好过日子。您什么时候买个烟卷？您不搞收藏吗？我收藏也好，我卖烟卷都是靠我自己。您上阿拉善卖烟卷去了？您在那儿那得奖卖烟卷？哎呦好，咱别老提那风光的事儿，是吧？您那个，我们做人很惭愧。您很低调，很难受，嗯，没办法。就是您在阿拉善得那么多奖，这么多人金奖银奖的，您这好家伙就不说卖烟卷儿啊，嗯，咱也不知道哈。他这事不能让我说，旁人说行，嘿。我要一说，人家骂在街，还那么得金奖银奖？设计奖啊，我们瞎说呢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设计奖。对，怎么现在我一弄就那么难呢？怎么都不行。哎呦，开心啊！嗯，谢谢网友，就真实啊。就是，嗯，就是这个叫新春时候啊。对对，就是还是祝大家新春愉快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幸福健康，幸福健康。你还有导演呢，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儿女，自个儿照顾好自己，别给儿女添麻烦。兔年吉祥，这我都不是我了，是他妈你们说的，是吧？都是你们给大家的祝福。大家伙都把自己保护好了，好。哎，把身体弄好了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那什么，嗯、是吧？非常的啊，愉快，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善良、没错，祝福别人，对，非常好，谢谢魏大哥。其实魏大哥是个真性情的人，每次大家觉得他喝多了，其实他是这种说话的方式。大哥本身衣食无忧，只是对一些不好的事物发出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